民数记第四章，耶和华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：你从立位人中，将歌辖子孙的总数，照他们的家世、宗族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、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全都计算。歌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：起营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，用于蒙盖法柜，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，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，把杠穿上，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，将盘子、调羹、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，桌子上也必有常设的饼。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，再蒙上海狗皮，把杠穿上。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、剪子、蜡花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盖，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，放在台架上。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，蒙上海狗皮，把杠穿上。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，用海狗皮蒙上，放在台架上。要收去坛上的灰，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。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，就是火鼎、肉叉子、铲子、盘子，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，又蒙上海狗皮，把杠穿上。将要起营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，歌辖的子孙就要来抬，只是不可摸圣物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辖子孙所当抬的。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，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，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，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。耶和华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：你们不可将歌辖人的支派从立位人中剪除，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、所当抬的，这样待他们，好使他们活着，不致死亡。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，免得他们死亡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你要将革顺子孙的总数，照着宗族、家世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、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全都数点。革顺人各族所办的事、所抬的物，乃是这样：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，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、院子的围子和门帘、绳子并所用的器具，不论是做什么用的，他们都要经理。革顺的子孙在一切抬物办事之上，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，他们所当抬的要派他们看守。这是革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，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。至于米拉利的子孙，你要照着家世、宗族把他们数点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
凡前来任职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你都要数点。他们办理会幕的事，就是抬帐幕的板、栓、柱子和带卯的座，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，橛子、绳子，并一切使用的器具。他们所抬的器具，你们要按名指定。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，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。摩西、亚伦与会众的诸首领将歌侠的子孙照着家世宗族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数点了，被数的共有2750名。这是歌侠各族中被数的，是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就是摩西、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。格顺子孙被数的，照着家世宗族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共有2630名。这是格顺子孙各族中被数的，是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就是摩西、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。米拉利子孙中各族被数的，照着家世宗族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共有3200名。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中被数的，就是摩西、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。凡被数的利未人，就是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，照着家世宗族所数点的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台务之工的，共有8580名。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、所抬的物，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，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